客的时尚风格，好，我们视线一起，好，来，迎接男性的脚步哦，非要让皇后城展现非常绅士。白花花的钞票会比较开心一点，对，但。我觉得送礼物，男生啊，我给男生建议就是，你要在平时生活的时候去观察另外一半，他最近有没有释出什么消息？最近哦，那个包包怎么样？你就哪一个包包？你就开始雷达打开喽，不要一直玩电动啊，干嘛的？偶尔要注意一下身边的你的另一半或家人朋友都一样，就是比如说你的朋友他最近在看哪一个球鞋？对，我相信。只要抓住这一点，应该送礼物都不难，就是一定会送在点上。你的朋友一定很多，还好啦。我要排队当那个浩辰的朋友。谢谢。送礼物，朋友都满意还是有嫌弃的？没有嫌弃的、欸，好像我不知道啊，表面上没有，我不知道私底下有没有嫌弃我，但是应该是没有吧。嗯，那王靖有没有可能会挑个礼物给你？给谁？国外。为什么要给他呢？他的白色情人节礼物应该还是交给他自己来处理吧。对对对，我先买给我自己就好了。我就跟你说吧。那你也要送给好朋友？哦呀。不知道哎。你想要什么礼物？我挑一下。给我们等一下，是不是？我们等一下互相给彼此一些想法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对，我刚刚说救一下。对啊，我觉得今天难得来了，就是现场可以挑选一下，但是不会让你们知道我挑了什么。对，但是就是可以看一下，准备一下， okay, 好不好？ Okay, 我们一起挑。好好好。刚刚那个墨镜就蛮好看的、啊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是不要再讲下去了。好，我不要讲了。偷拍的时候要有心疼。什么？被偷拍的时候要有心疼。新的哈姆，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被偷拍的时候，好像可以来背一下新包包，是不是？你要像我们刚刚那样背哦。我应该会自己背啦，对，自己处理，自己处理，导师你啦，你可以跟你朋友。好啦。对不起。